苏格兰都有靓手信。如果你被认识品牌 Harry Street， 去苏格兰旅游的时候，大概可以为荷包悭翻一大笔啦。因为在当地用这个牌子制作的布艺品遍布大街小巷，银包、手袋、箍笋、酒樽、笔记簿等等，货品五花八门。优雅的格仔织纹配上标志性的商标，总有一款啱你心意啊！咁到底呢个牌子有咩咁巴闭呢？今次就等我带大家飞去苏格兰，为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当地人人都拥有嘅国民品牌啦。咁 Harry Street 咧系一个来自苏格兰嘅布艺品牌，创立于1909年，系英国最早嘅注册认证商标，专门喺苏格兰高地嘅西北方入边嘅哈里斯岛同埋路易斯岛取材，用羊毛制成嘅粗花呢，主要有千鸟格、格纹、斜纹等等嘅花纹。初期以沉稳低彩度的色调为主，后来品牌就同世界各地的品牌跨界合作，例如日本潮牌 Beams、 法国时尚户外品牌 Ago 等等，发展出一系列独特配色的七彩花纹，令到 Harry Street 在时尚界占一席位。咁下次有机会去苏格兰爱丁堡旅游，如果打算买一个呢个品牌的布艺品做手信，不妨参加由当地手工品牌举办的工作坊，亲自落手做一个手袋啦。工作坊需时一个钟，大家可以自选配搭手袋的布料颜色，然后再用螺丝钉钉好，全程每个步骤都有导师帮忙，一定不会失手。这个 workshop 实际之余又好玩，店铺亦有自家制的布艺品供应，买来给人做手信一流，大家不妨参考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啦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